船上的游戏。这次爸爸妈妈带我去看了大草原，玩得可开心了。小明，你快讲讲大草原上都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太多了，有赛马、射箭、摔跤等等。对了，最好玩的就算是套马了。骑手叔叔骑着大马，拿着有那么长的套马杆，一下就套在飞奔的大马上，又快又准，可威风了。哇，草原上的游戏太好玩了。大头儿子，到了睡觉的时间。蛋宝，你看套马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？资料显示，骑手套马乘骑的是马匹，不是椅子。椅子就是我的马儿。嘿，大头儿子吃水果了。哎，大头儿子大晚上不睡觉，你这是又玩什么新花样啊？哈，我在练习套马。大头儿子，这里是卧室，不是大草原，快上床睡觉去。蛋宝，你快帮我查查套马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现在是睡觉时间，不能帮你查阅，明天再告诉你。好吧，那我们明天再一起玩吧。蛋宝，蛋宝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我新做的套马杆。嘿，这和真正的套马杆并不完全一样。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我们马上开始游戏吧。哈哈，大头儿子，客厅的空间狭小，不适合游戏。嘿嘿嘿哈。蛋宝，这回咱们在院子里玩吧。可是院子里没有目标。蛋宝，要不然你来当我的目标吧。游戏开始。蛋宝，我来抓你了。哈哈，蛋宝，看我的炮圈。蛋宝，这下你可没法再躲开了吧。哈哈，看我的套圈。这下可抓到你了。大头儿子，大头儿子怎么愁眉苦脸的呀？秋多爸爸，您不是都知道了吗？还问我。大头儿子，有好奇心是好的，但是套马可不是在家里就能玩的游戏。可是我听小明讲了大草原上的游戏后，就特别想试一试。这个嘛，老爸想了一个好办法，既能满足你的好奇心，还能保证安全。啊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小头爸爸，是什么办法呀？您快点说吧。蛋宝，我在，我在。小头爸爸，您不是又让我把蛋宝当成套圈的目标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不过这个办法还是需要蛋宝来配合啊。执行指令。大头儿子，你拿好手机，这是模拟游戏，手机就是套马杆，你只要挥舞手臂就能模拟出套圈的动作来。小头爸爸太厉害了。大头儿子，你又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告诉小明，让他也来和我一起玩草原模拟游戏。让我先来玩一局。
狗语翻译机。啊呜啊呜，我是大老虎，我要吃掉蛋堡。啊呜啊呜，蛋堡救命啊！狗语翻译程序启动。小狗尾巴夹紧，双眼紧张，前肢颤抖，小狗处于高度害怕情绪中。害怕？难道是？原来是我吓到了它呀！小狗，小狗，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蛋堡，你还有这么厉害的程序呢？程序技能判断动物的基本情绪，建议。走，我想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帅哥哥好。你好。大头儿子，你来了，我现在实在腾不出空来，你自己先玩会儿吧。蛋堡，快告诉我，这只小狗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只小狗处于饥饿状态。嘿嘿，一定是帅哥哥忙得顾不上，我来帮他。这只狗怎么这么凶啊？小狗处于焦虑状态。哦，那就是想要人陪它玩嘛。大头儿子，这都是你做的？嘿嘿嘿，小事一桩。大头儿子，我现在要去给小区里的客人送东西，能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店吗？我很快就回来。没问题，去多久都行，对吧，蛋堡？程序使用过度导致机器过热，系统修复中。我走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帅哥哥呢？帅哥哥出去了，让我帮他看一会儿店。你吹牛，帅哥哥怎么会放心让你看店呢？看到了吗？这都是我照顾的。我才不信。哼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。蛋堡，系统修复中。哎呀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你什么时候证明给我看呢？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反正我也跟蛋堡学了一些分析方法，干脆就靠我自己来吧。你知道这只兔子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很简单，它饿了。那这只乌龟呢？它是太无聊了，需要散步。哇，那这只小猫呢？它吃撑了，必须活动活动。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太厉害了。大头儿子，你在干什么？流血了。这只猫刚做完手术，不可以动的。完了完了，兔子吃这么多会撑出病来的。我可怜的小乌龟。对不起。的小狗吗？小狗情绪分析完成，处于惊慌思念状态。原来你叫点点呀。惊慌思念，难道你走丢了吗？小狗认同你的结论。别怕，我帮你找到家。正在寻找。没错。正在搜索。错误。正确。高科技用对了地方，真好。哈哈。